这个上天不能出去，这个这个这个上天不能出去，这第六，这第六十七十八，啊，最后是，嗯，这个，我们三代夫妻，他们下午来呀，啊，三代夫妻，我给你打完勾，你回来以后三天不能出去了，，哎，这家的，哎，这家的更不能进来呀，你这不也是代言吗？啊，也是代言吗？对，代言的，十一号楼的。 三天不能这个不能来回错人，你上山坐客船。坐完了再回去吧。不坐客船，你们这个楼的可以，坐完就回去。啊，对。你要这里的啊，不行出去。啊，坐这个楼的坐完不行出去。不行出去。那不行。哎，你们那是行，回去。那个还出门的还有什么身份证？没有啊。那你上社区？上社区。上社区去开呀。啊，我到社区里送人家半夜十点。送人家送过别人了。 这有这样的，这样式的。啊，那还有拿身份证啥去办呢？不用，你是哪个单元的？这块的呗。直接去到社区，开就行。那得先打电话再行。你们先，你们等到十一点到十一点半，我通知。那个楼的后边。啊，这喇叭都通知。那你说通知，给我落下。落不下，你放心吧，拿喇叭，拿喇叭，通知，喇叭电喇叭。那不也这块不得通知吗？ 对呀，就我，你们十一点钟你就不能进，咱们自己带人坐，一个不给坐，他们带人坐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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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
那个龙几点坐呀？这个是十二楼。明天就好了，明天就都知道了，喊下来就行。六十七十八三间。对。